郎朗是一个人缘特别好的人，是看看人家的朋友圈啊，大不识，您那表情亮了，小不识，克林顿，你看这都是总统，查尔斯王子，英国女王陛下啊，安南联合国的秘书长，哎呦，金大侠，哦，哇，汤姆·克鲁斯，哇。梅西呀、啊！哎，你跟梅西好像是好朋友。是。Domingo。对。哇。帕瓦罗蒂。那时候你好年轻啊。对，那时候12年前。12年前嘛。哇。哇。英雄宇航员。是的。马友友。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。哇。今年归来的那首是在戛纳今年。巩俐。林丹夫妇，周杰棍的双杰伦，这个上过我们的节目，我们湖南老乡，对啊，丹丹，丹哥啊，都是大咖呀！你的朋友圈就是世界名人录啊！对呀，咱今天也合一个呗，跟着大家一起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跟朗朗一起拍下我们《天天向上》2015年的第一张照片，好不好？嗯，大家做好准备啊！向所有的观众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天天向上。后头待会儿我们发到网上，自己找自己去啊！自己找自己啊！对，下回我把这个放钢琴上，边弹边唱。哎，可以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。这样的话我就能知道我表情什么样了。你表情很迷人啊，各种陶醉，各种陶醉。